买，爷爷咋买了？给我们炖一次，哎，哎，咱们这事儿都外出来了。现在跟你不太跟你。我的骨骼。哇！你老婆一天都吃不完就开始了，所以话你。老婆，你老婆吃多过嘛？就两三顿骨骼。等着嘛，帮你。要用我烫的，我这烫。这鸡就烤完了呀。啊！什么鸡呀？这都是鸡排啊。厨房系咁黑嘢食嘅，佢系为食啊嘛，冇办法噶。你份工系黑嘢食嘅咯，苏哥咧，苏哥又肥嘢食嘅，嘢都洗晒啦。系啊，俾个第餐佢噶啦，咁我食得快啊。行下都唔妥噶啦，咧唔可以成日咁盯住噶，
不关我事啊，我都食咗好多嘢噶啦，细嚿粗嘅嘢食咗食咗嘢啦。食極都唔知飽嘅你，嚟啊！派你啊！派你啦！最後一嚿啦，冇啦，粉粉豬豬噶啦，冇啦，啊，冇啦冇啦冇啦，粉豬豬啊！来来来，分出去。我喝水了。等下来偷嘢死，你屎仔嚟啊！我见你爬上张台嚟，你屎嚟啊！扮嘢啊！等下偷嘢死。啊！